个牛仔一把不投信。大概是有瓜瓜的听吗？一个粉底刷粉有 cheese cake ice cream， 刚才有个 hamburger 听。嗯，他这个名字喽，一路小猴多个了。What the fuck？Hello， 小鹿酱，又是我小鹿。今天这条片为什么会轮到去淘宝这两字呢？其实这件事在淘宝上高都疯传都很 hit 的。我的同事呢，好几个同事都说淘宝很多，他们自己都有买到。直情有个同事呢是跟这个产品的代理呢很熟悉，可以直接就我不用淘宝，我直接在他身上就买得到了。这件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件健康的食品，159素食全餐，大概的价钱呢我忘记了120元人民币，就是160元港币左右，我想一下应该是165元港币左右。一共拿了4盒，那我吃了2盒了。什么时候吃呢？其实这段时间呢，小鹿没有偷懒，我都有拍片的，類似一個紀錄片，記錄了我幾日，我忘記了幾多日了，吃這個159素食全餐的過程給大家看。這個159素食全餐是什麼來的呢？其實就是一個固體的飲品，都類似一些芝麻糊咁嘅，撈咗出嚟之後咧，好似芝麻糊結踢踢嘅，就唔可以落得太多水。裡面咧就含有159種嘅食材，有豆類啦、米類啦等等之類，一啲瓜子類啊，一啲種子嘅嘢喺裡面，咁都好幫助我哋清腸胃嘅，好高嘅呢個纖維。所以咧，我哋食完呢一個159素食全餐嘅時候咧，都一定要飲多啲水去。等佢唔好停咗一嚿喺你嘅腸裏面咯。有幾種食法，咁增肥點食呢？就係、是、你照翻你日常咁樣去進食你嘅三餐或者四餐啦。之後咧飲一杯，係啦，即係類似康寶萊咁啦。康寶萊都係可以用嚟減肥，亦都可以用嚟增肥，係啦。佢嘅食法就同康寶萊差唔多。第三種食法都比較瘋狂，所以我就。不選擇了，因為我頂不順，實在我很大食。第二種就是轉餐，我現在就在做轉餐這個食法的。我將我早餐轉了做159，以前的我怎麼吃法呢？我早餐是我有時吃公仔麵要加兩條香腸，有時就吃叮叮點心，有時趕得切我就在外面買些腸粉，一定要 多甜醬、多花生醬等等，都真的很肥的，吸收了很多卡路里，還有很多脂肪在裡面，所以呢是時候要減減肥了。減肥是每個人，我相信每個肥人心目中的全職事業來的，永世都一定要繼續 keep 住減。我現在早上怎麼吃呢？我就會先喝杯水啦，一起身跟住之後呢來一包159。有人說如果你不夠飽就可以沖兩包，但是都不便宜的，一盒呢只有10包，大概160多元港幣，吃兩包的話5日都吃窮你了，我覺得是的。所以呢我就選擇吃一包。如果真的不夠飽怎麼辦呢？我就看多兩塊全麥麵包加一片這個低脂的芝士就會飽很多的了，頂到我上班到晏晝才再吃。第三種的食法呢就怎麼吃呢？有3日斷食或者叫做7日斷食，在這3日或者7日呢你什麼都不吃，就可以喝水。另外你吃什麼呢？就是三餐都是吃這個了，你可以吃兩包，一餐吃兩包，你可以一餐吃一包都可以，你頂得順的話。其實我真的很想試試斷食，但是你都知道外面街邊有多少的誘惑，突然之間又買一些咖喱啊，又整幾件蛋糕，我看到我流了口水，我絕對不可以不吃，不吃對不住自己，所以我都是忍不住，我都是吃了一點。接下來呢就有這幾日的紀錄片了，記錄我怎樣吃，怎樣偷吃那些肥膩東西之餘，每日都帶到兩餐。我將早餐和晏晝帶了這個159，晚餐呢盡量少吃，可以的話呢我就不吃晚餐了，多數是的。那我們去片看看我這幾天有什麼成績先。
低温早餐，一五九主餐，加核桃粉、芝麻粉各一斤，等嗰个味道咧好食啲。上面好肥，好重，好似个披萨咁。今朝咧，我已经开咗一包，开始食紧啦。今日第一日挑战，大家都知道我好大食，好中意食嘢，所以咧今日咧我已经买定一啲麵包嚟抵餓啦。今日嘅早餐咧，我就係上晝嘅，我唔記得咗幾多點啦，應該係九點半到啦。我依家就食 lunch 啦，好肚餓其實，我真係餓得好緊要，但係我唔知呢兜嘢可唔可以醫飽我。減肥嘅人飲多啲水係啱嘅，皮膚都會靚啲。好啦，咁今晚我諗都係會食呢個噶啦，我哋。明天再見吧。第三天因為有同事今天生日，所以我買了蛋糕給他，撲街了。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，我真的變成了一個餓底，很餓的那隻餓底，是的，所以呢一口給我吃一口蛋糕，好美啊，好想吃一吃整個，幾點都可以呢。到第四日，另一个同事又买了一个蛋糕回来，是他逼我吃的，我都不想吃的。今早的早餐呢，我是吃了一五九代餐的，但是下午太忙没吃。现在这个 tea time 呢，我想都会减到的话，因为好过一碗焗猪扒饭或者一个杯面，这个的卡路里应该少一点，我在欺骗自己。我最多今晚不吃嘢咯，好美啊！到第五日，我答应咗请人吃呢个蛋糕，咁我冇理由自己唔吃噶嘛。我又吃呢一啲好似水泥嘅嘢啦，你睇下我平时几开心有得吃，我都想吃啊！佢分咗一嚿俾我，所以我一阵就有得吃啦。連續吃了這麼多天，第六天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了。今天呢已經是小六第六天吃這個159的素食主餐，吃了都六天了，都比較潮水的。如果真的做那個七天斷食，那三餐都不可以吃任何其他的食物，只可以吃這個。我自己就真的做不到了，所以我就變成做可能轉一兩餐這樣，多數早餐我都會拿了距離代了我的早餐，回到公司之後如果真的肚餓就吃少少東西啦，之後我就會喝很多很多的水啦。大家看到第一天和今天有沒有少少轉變，是不是我上班起都覺得非常之艱苦，每一日都不可以吃公仔麵，可以吃珍珠雞、糯米雞，不可以吃腸粉、燒賣、魚蛋、雞梨、魚蛋，還有這個碗仔翅、珍珠奶茶，很多很多好好吃的東西都不准自己吃，但是我都偷吃了很多東西。成績如何呢？五日裡面呢，我就成功減了兩磅，是的。如果 keep 住咁食都幾犀利嘅喎，我依家咧就係早餐食呢個，另外晏晝食啲乜咧？麥皮，麥皮可以清腸胃啦，可以吸收膽固醇對心臟好啦，另外仲可以吸脂、吸油脂、吸脂肪，食每日食得多啲咧，其實真係會瘦落嚟嘅。咁我依家都 keep 住每一日食呢個之餘，我都要食麥皮，多啲食麥皮就會瘦噶啦，真係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大家記住記住，真係買呢個素食全餐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買到假嘢，假嘅你唔知佢放咗啲咩成分喺裡面嘅，越食越肥都唔定，都可以掃描呢個維基碼噶。咁買咗落嚟掃一掃先，如果發現有啲咩唔對路咧，就唔好食啦，知唔知啊？係，咁就記得俾翻個心心小六啦，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。多啲同大家分享多啲唔同嘅題材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咁，拜拜。